来，我们吃他的鸭胸看看。我原本以为它的起司那种起司披萨会很单调，可是它上面有放一些坚果类的。它的鸭胸看起来好像很硬。那怎么有胡椒啊？这鸭胸。嗨，大家好，我是负责找食的熊胖，我是一直吃一直当着找食的戴飞。我们现在来到小人国，小人国，拉拉开这里叫拉拉乐园哦，不是拉拉配，拉拉破啦，你被传染了是不是？那我们今天来拉拉破吃什么？要来吃一家从新竹下来的意式料理，叫什么？蛋饼哦。所以说这个在新竹是超人气的意式餐厅。嗯，那我们今天就来阿拉坡这边吃吃看这间丹比诺意式餐厅味道到底怎么样。 Go Go。好了，我们现在进来这个叫丹比诺。丹比诺。对，丹比诺。然后他门口，出乎我意料之外。怎样？竟然还有人在排队。对啊，很多人。而且这里环境我觉得非常的明亮，非常明亮。跟网络上看到的照片差很多吧？差很多。而且还要想要做窗边哦。他就看他的汤，他是奶油蘑菇浓汤，那上面会有两块面包丁呢、啊。对。增加你喝它的口感，好喝吗？好喝啊，还好它不是那种一般玉米浓汤，它奶味蛮重的，但是我觉得菇切得很碎。你的意思是说它的菇要切成片，才有吃到那个菇的口感？可是它的味道我是喜欢的，比起有一家我们不是吃菌菇浓汤吗？我觉得那家的菌菇浓汤我反倒不喜欢。它的面包是法国面包吧？一般吐司吧，可能有点硬点。好翻的就硬了。来可乐。呀啊！我们今天我们爱的萝卜。谢谢。加热火锅。那一杯七十块。各位，一杯七十块的可乐。吃感觉。七七分。我们点的是加99元的套餐，还有两碗的汤品，然后两杯饮料。如果你超过70块钱的话，你就是加价。我是点了一杯叫夏日锅锅，它就是芒果口味的气泡水，然后加上3本元，整个喝起来不会很甜啊，甜度我觉得还可以。它这里用餐时间是90分钟，然后他刚跟我说假日比较忙，所以出餐时间可能会20分钟。90分钟里面就扣掉了20分钟，扣除20分钟以后，然后你就只剩下70分钟。水管面，对，一个鸭肉的水管面，一个红虾的。哦哦，对，我们蕾丝面里面是黑的，它是墨鱼汁吗？嗯，我得用墨汁调。好，汤水要用吗？还是啊，没有了，没有用好。对，谢谢。等那么久，我们餐点终于都来了。他上来的时候，我还压抑了一下。压抑什么？我想说，我们不是点白面吗？哦，怎么白面是这种绿色的嘞？你不是点罗勒吗？他是他点的，不是我点的。他这个面老实讲有它的厚度在。老实讲，他谎话嘞，薄的跟什么一样是吧？然后那个罗勒味道蛮重。我想吃他的披萨看看，他披萨刚放多很烫哦，而且还会牵丝。
阿公啊。啊，我够。我们点的是三种起司披萨，然后有哪三种？切达、帕玛森，还有一个莫扎瑞拉。味道蛮香的，确实味很够。以这个面来说，味道不错，尝尝一下，味道不错。但是我不喜欢这种面种，可能我比较守旧，我比较喜欢一般的那种。我要买吃它的鸭胸看看。我原本以为它的起司那种起司披萨会很单调，可是它上面有放一些坚果类的。好像鸭胸看起来好像有硬。那种有胡椒啊？可以鸭胸。肉质上是嫩的，但是因为有筋的关系，它这个鸭胸味道很够。然后试试看我的五虾搭配的是蕾丝面，它为什么不给我鲜艳一点颜色，要给我墨鱼面？今天刚好订的是这些。它这个有番茄加一点辣味，这个会辣，番茄味比较重，但我觉得蛮辣的。这种面又是黑色的，会让我想到便当店的一种菜。什么菜？海龙。海龙？它是有点像海带，但是它是一卷一卷。哦，我知道，原来那个叫海龙哦。这不像吗？蛮像的，很像。嗯，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味道跟整体都是分开的。对，我是觉得它整个味道都没有很 match 起啊，这是我觉得蛮可惜的地方。即使它有蛋菜、有蛤蜊、有鲜虾，我都觉得这不是我所喜欢的那种味道。个人啊，我个人不喜欢的、啊，说不定人家很喜欢的、啊。我对你到底在诉求什么味道？你说这碗面吗？对啊。我以为你说我在诉求什么味道。我那个面所诉求要给客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是辣的还是甜的？还是海鲜味？因为我吃不出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还是我们不会吃？不知道哎。那个披萨还有加杏仁粒。有啊。那个披萨是薄片啊，好像意式披萨都是薄片。我们现在甜点都已经到了。哇。这次的甜点是焦糖跑步的。好吃吗？好看。他也想摔盘吃。你也想摔盘子是吧？人家摔盘子是不用给钱的，我们摔盘子是要给钱的。蛮香的。好啦，那今天我们在丹比诺的感想大概就这样啦。实话，我是太脏了，对不对？对啊。好，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订阅我们 YouTube 的频道，还有点赞我们的脸书粉丝团，关注我们的 IG， 打开小铃铛才会收到上面通知。喜欢我们这部影片的，请帮我们多多按赞加分享。我们还有更多美食文章，请多多follow我们哦。拜拜。弟弟。啊，是啊。所以我每张来这，一家都要选这个三种。披萨，那你要看老板有没有卖啊？对，他们是用卖的，不是用煮的。他用烤。披萨好吃。好，想看我们去哪里吃什么，欢迎跟我们说，拜拜。好，拜拜。